下面请您欣赏《兄弟本色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好开心又看见你们了啊！是，哎，好，哎，行，好，嗯。谢谢您吧，谢谢您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于老师的男朋友来，我好，您那男朋友啊，我听一大老爷们跟这喊：“于老师，我爱你。”嚯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谢谢各位来听相声，该我说闭嘴。谢谢啊，站在台上看真是满坑满谷，对，感慨啊。嗯嗯，就是那儿短一个座，这是不是上厕所了？这人啊，嗨。那个保安去把那座给我拆了。嗨，姐姐，不至于这样，传出去不好听，有一空座啊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于老师终于回来了。对，没单飞。嗯嗯嗯。去年我看自媒体人家都说于谦单飞了，对，他们吵这个是不是啊。嗯，我后来我还问他，我说您是单飞了吗？啊啊，我因为我了解他的这个为人。是吗？他不会的啊。是，他就是签了几个电影没拍完。哎，对了，给人拍戏去了。嗯，因为我干过这行，我知道拍戏又累又难受，不容易。我说怎么这么大瘾啊？后来他说，他说女演员很多啊。我奔着这个去的，那咱就不能拦着人家了啊！对，老话说得好啊，啊，劝赌不劝嫖，劝嫖两不交，也没有这么句话，你这用不上在这儿。劝赌不劝嫖，哎呦嗨嗨，行了，您劝嫖两不该，这就赶回来了。对，啊，回来我说您歇两天吧，嗯，我说不行，咱们调调，不不不，一定要去。对，尤其北展演出很重要，那可不啊。我说您累不累？哎呀，那父亲节我必须得去看你去。我他说，哎，嗯，也没有我这么孝顺的了。嗯，我是很感动。您客气了，真的啊啊！我打小啊，我七岁，嗯，开始学评书。哦，我是说书出身。哦，七岁学评书，嗯，九岁学相声。也不晚，80年代末说相声不挣钱，我又出去唱戏去。哦，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唱了5年的戏，这从业经历很丰富。就是后来又回来说相声。嗯，这一下回来看看，跟我合作的演员也不少。哦，但是谦哥是最好。您捧我了，真的，实话实说。嗯，我们俩人在一块儿，咱实话实说，就这话不能掉地下。啊，老有话。你看这行，哎，说相声怎么个好？为什么他说相声就乐，这主说相声大伙儿不乐？嗯，其实是个节奏的问题，语言节奏嘛。啊，我们讲话这个话不能掉地下。是，那谦哥，这份儿啊，就老得接着，永远没有说失误，啊，错0.01秒都没有，不差这个。就好比，比如说我有一盘子，我夸一扔，是扔哪儿，他都能弄回来。有时候也磕牙上了。没有您这么打比喻的，您好人呐，是吧？拍完戏了咱们好好说相声吧。那一定是这样，因为演员要多演。是，你要演员就是这样，你不怎么演了，嗯，容易让人说闲话啊，本身就功夫也就掉了啊。嗯，哟，最近没看见高峰。是，没看高峰说相声，高峰哪儿去了？哦，这就闲话了。你看，就有人说高峰出事了。哟，怎么议论高峰出什么事儿？高峰上泰国做手术去了。哎呦，这出大事了！这个、手术据说还挺成功。越成功越麻烦了、哦、啊！高峰留在泰国当娘娘了。嚯、哦，让皇上看上了啊！有点太成功了啊！这过分了，这个孙越最近没看见他。孙越干嘛去了？孙越出事了。他怎么出什么事？孙越婚变了。哦，婚变啊，跟高小姐的婚事啊，
后来来了俩取经人给他弄走了。哎呦，不住高老庄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于谦也出事儿了。哦，怎么议论我的呢？没什么，反正就出事儿吧，就挺好。啊，反正不管什么事儿，出什么事儿、哎、得有点事儿、哦。郭德纲也出事儿了啊？那您是？哎，怎么样？啊，是不是心情就好点了？够义气，够义气。哎，郭德纲买一大汽车哟。3500万买一大汽车，这好车。郭德纲开车掉沟里了，这么解气呢？痛快不痛快？哎，反正听着挺好。郭德纲开一大汽车，好几千万的汽车掉沟里了。你看看，于老师正挖沟呢。哦，啪一下子啊！我车掉沟里，你在沟底下，正拍上，咵！哎呦，咱俩很惨。啊，来了好几十个那个医生啊，护士啊，哦，还来20多个修车的，啊，干嘛有修车的？车也烂了呀，哦、对吧？有救人的，有救车的，是先把郭德纲救上来。哦，好家伙，这伤势很严重。是啊，给我贴了2个创可贴，轻伤啊，这是。哎呀，然后给把我你在这儿坐会儿吧，啊，歇会儿吧。哎，坐，给我弄杯水，您坐这儿先看着吧。啊，我们得收拾这堆啊。我这堆是这沟里边连车带于老师，哎呀，哎呀，分不开了，分不出来呀、啊。啊，连大夫带修车的看，嗯，哪个？这是于老师的吧？啊，哪个呀？修车的看，不，这是车的，这是车的。哎，我这嗨，哦，就混成那样了。哎，所以说咱们得多说相声，让人知道没出事儿。哎，得说相声，观众开心。嗯，而且得多跟于老师说相声。哎，谢谢您吧，真的啊。嗯。我进北京也好多年了，嗯，这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好朋友，真的啊、嗯。按相声行业来说，这是我师哥，啊，这么拎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这种感情跟亲哥们儿是一样，一点都不差呀。我到北京，我10几岁就来了，嗯，真是两眼一摸黑，什么都不懂，谁也不认识啊。谦哥带着我，嗯，这儿玩去，那儿玩去。哦，见一见，哎，吃好吃的，嗯，什么老字号？你说一个10几岁的孩子进北京城，哪分得清楚？啊，分不清，是吧？就知道哦，北京城天子脚下，啊，皇城根紫禁城，是具体的不了解，嗯，不懂，带着我啊，嗯，什么都得要老字号最好，嚯，吃个糖火烧，哪家哪家的好？哦，哎，酱牛肉谁家的好？哦，啊，谦哥就是谦哥，哪怕有个不舒服，买药都得跟我走。哦，哎，咱们同仁堂。啊，那是大药铺，这咱哪懂啊？谦儿哥，人家感冒发烧不舒服，都得同仁堂那儿买药去。我后边跟着嘛，小兄弟嘛。那是。哎，谦儿哥进同仁堂啊，拿那个乌鸡白凤丸给我看看。我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感冒了，吃乌鸡白凤丸呢。就是，我不懂，那会儿小嘛，不认字嘛，啊、哎、啊，就说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洗澡去，走，跟我上青花池洗澡去。那是百年老店清华池啊，对，北京城洗澡得先说清华池，那是最老的了。谦儿哥一指，你看这匾了吗？嗯，这是清朝的匾。对了啊，清朝的匾，清华池。哎，在这儿洗澡是一个身份。哦，这就开始洗。哎，于老师把衣服脱个一丝不挂，洗澡吗？啊、那个，我还挺害臊。嗨，您也是批评我脱呀？是啊，不是师哥、啊，咱还在马路上呢啊、嗯，还没进去呢。我们在这个湖广会馆的门口那儿啊，马路对面呢。对呀、啊、哦，那走，我给他抱着衣裳。哦，衣服鞋都我给他抱着。那我还不穿上？哎，他这都已经都脱了。以旧了。过马路啊，这我就别嘚瑟了。啊，哎，这就是这人活得非常有意思。那是别人看上有意思，那是你包括进了澡堂子啊，谦儿哥也很谨慎。我到那儿谨慎去了，我在外边怎么不谨慎谨慎呢？哪怕是今天啊，就是今天的于谦是啊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。怎么呢？你出去洗澡去，谦儿哥啊。嗯，你看，其实他到了青花池，咱都认识他，是都认识他啊。那样还不认识啊？于老师，你看洗澡的每一个人，嗯。干嘛呢？我这就怕人家什么偷拍呀什么的呀。不用看了，早上头条了已经。哎，一看有包间，于老师啪门就打开了。哦，你们几个干嘛的？嗯，去搓澡的。是。
便宜你们了。哎，什么叫便宜？我改错误了，干什么的？嗯，啊，这剃头刮脸的是，好自为之。嗯，我也不是劝谁呢。啪，这个，你们几个是干嘛的？你们，啊、我们就在这看车的呀。啊，我都又出去了，我，我看自行车的我都见着了，我。可爱的谦儿哥呀，对，我走一穿堂合着。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对，瞧出来了，真的、啊嗯、人这个交往啊，有浅有薄，有深有厚，是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俩这个交情就是亲哥们儿，哎，就是这关系。过去老说有谁跟谁有交情，嗯，交情分多少种，不一样。你看有人，哎，我跟他之间我们嗯泛泛之交啊，有这么说的，泛泛之交，怎么讲呢？泛泛、嗯，我们后台有一说相声叫高峰，这跟高峰有什么关系？高峰的师傅叫范振玉，哦，哎，泛泛之交说的就是他们爷俩，怎么会是他们爷俩呢？高峰从这边来，嗯，范振玉先生从这边来，爷俩碰上了，爷俩一碰面，嗯，互相打招呼，怎么说呀？高高，嗯，范范，哎，嗨，啊，这么叫泛泛之交？泛泛之交，哎，哦哦，不太好。嗯，还有一种交情叫点头之交，啊，也有。这个，比如说，举个例子啊，点头之交，愣说怕您各位不明白。那举例子，什么叫点头之交？是，郭德纲。嗯，比如说，是举个例子啊，您讲吧。假的啊啊。比如说，郭德纲在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，这是假的。咱洗澡去吧。就甭比如了，去打个比方呗，是吧？啊，我走了街上，对过来说相声的了。哦，他就愣住了。嗯，郭德纲来了，是打不打招呼？犹豫了，不打招呼吧，万一他要记恨我，以后有演出他不叫我怎么办？哎呦，打招呼吧，让别的说相声看见了，他们要害我怎么办？两边都不成，权衡利弊，走到跟前冲着我，嗯、是，哎呵，写着恨的，哎，还挺疼，这是，哎嗨，这就叫点头之交，哎，这差不了太多，嗯嗯嗯，还有一种那个叫忘年之交，有，这就不错了，忘年之交是，就是冲破了年龄的界限，这种交往没有束缚了，比如说，还举例子，于老师64岁，啊、哦，差不多。我60岁，哦，差4岁，差4岁，对，我60，他64，你凡人吧，算。于老师有一个女儿，嗯，貌美如花，哦，好看的都不行了，是，就很爱我，嗯，我说不行，哦，我跟你爸爸是哥们儿，是我跟你母亲关系也很好。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的。嚯，姑娘说这个年龄不是问题，不算什么。哎呀，我就感动了。是，我们于是就要冲破世俗的偏见，我们找寻真正的爱情。行行，不用形容词了。我跟你说，流氓就是流氓，知道吗？您说这什么呀？忘年交了，这是忘年交吗？您这岳父，喂，去。哪儿就拎上了您？这个叫忘年之交，就大概这么个意思。要说最值钱的什么呀？就得是咱们哥俩这种交情。咱们这叫啊，过命的，这叫患难之交。哦，患难，就同甘共苦。哎，嘿呵，太对了。嗯、是我给您举个例子。哦，这还有个例子。对，您说吧。比如说于谦老师，啊，拿我举例子。对，嗯。于谦老师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哟呵，这多好啊！定位啊，啊，这定位就在这儿了。从小就喜欢相声，哦，于老师，哎呀，什么侯宝林先生、马三立先生、刘宝瑞先生，嗯嗯，这些个相声的大家是您都不认识？不，我都不认识，我还相声大家？您是自学成才，这行有自学成才吗？这天赋异禀。啊，就学这个。首先说您看过露天电影啊？您看过马戏？是。你看过高跷？
你还参与过跑旱船，这没关系呀、啊，这跟相声。你别着急呀、啊，啊、哦，还有呢，会有关系的。哦，就这些个东西，这些个民间的传统文化，是对您有很多潜移默化的熏陶。我受他们感染，对，您就觉得我要为相声奋斗一生，这是您的童年时代，啊，小孩不懂事儿。后来机会来了，怎么样？北京要成立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相声艺术团。这牌够大的，嗯啊，您觉得属于你的机会来了？我要考，于老师要去考这个相声艺术团，我有底子吗？我跑旱船的，嗯啊，报名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深秋，哦，冷了，这会儿正是寒露时节，啊，那可不是深秋吗？您很忙，我还忙什么呀？我你很忙，怎么忙？因为这个季节那会儿您正是在这个嗯。甘肃平凉，我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因为这会儿苹果呀熟了，啊，那我你得帮人家摘苹果，秋收，对，哦，摘完苹果呢，敦煌那儿得跟人一块儿摘棉花，离着倒不远，嗯，然后去湖南收割晚稻，哎呦，江苏扬州得帮人家采藕，啊，五旦莲池得收玉米跟这个豆子。我这全国的农活都归我了，万幸，怎么？万幸，报名的时候您在石家庄。我在石家庄干嘛呢？白菜正出苗呢。哎呀，您得帮人家除草啊！我全行。突然间听到消息了啊！北京要成立全世界相声总团，跟我有关系。嗯，您得报名去啊。您要为相声死，我也是农活可能太累了。我这太想不开了，我这把手底下活料理料理，不干了。先通知广西南宁，干嘛？豌豆苗除草，我可不去。哎呦，这可是大损失。嗯。嗯，直接的打石家庄，嗯，奔北京，考试，中国相声总团我来了。哎，这就干楼了，这个身体、啊嗯，一路上没什么可说的。那是，眼瞅着你就到了北京的边上，到哪儿了？北京大兴的榆筏。哦，到榆筏，这就已经进北京了。北京的锦边上，是是是，但是没进城。对，往北再走一点儿啊，就进了北京了。对，就可以报名了。是是是是，但是榆筏这儿挖沟，挖沟还能堵着我吗？30米宽，哟，700米长啊，5000米深，我让通天河给挡住了我。一会儿沙和尚不得上来，这挖什么沟呢？坐在沟边上，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，过不去了。看见北京过不去，是是是，往北再走一点，我就能为相声去死。一过沟，我就能摘西瓜去了。那是，我还考什么试啊？嗯，哇哇的哭啊！啊，我怎么办？嗯，这一哭呢，人村长听见了。哟啊，这怎么了？嗯，看见我了。你怎么了？嗯，去北京，我往北再走一点，我就到北京了。那就考相声。我说相声，我为中国相声事业做贡献。是是。现在你们这沟把我拦住了。嗯，对。村长说：“哎，您别哭、嗯，我正好要出去办事，你坐我那车吧。”哎呦，好心人呐！啊，我给你捎出去啊，我可送不到地儿啊，反正过了沟捎出去，你自个儿往北再走就行了，能过沟就行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上车，嗯，这是还是好人多呀？那是这好人，坐车走、嗯、到人家要办事儿地儿，说您下车吧，啊，该下，你只能送到这儿，是，只能包您到这儿，嗯，希望您好好说相声，是啊，谢谢、嗯，您就往北自个儿去吧，嗯，人家车走了，嗯，于老师很感谢，对，啊，冲着车鞠躬，谢。那可不是得谢谢人啊！我自个儿奔北去的。嗯，下车这地儿呢，嗯，叫回龙观。又给我拉过了，一直往北走啊！我还往北走呢。终于您就看见五台山了。
到山西了。阿弥陀，是我赶着收油麦去了，是怎么的？哎，啊，苍天弄人呢，怎么了？本来都到北京了，竟然又走过去了，这我伤到村长手里了啊！好多事儿，一句两句解释不清楚，说不明白。后来有人也问过于老师啊，说当初考试那个事儿，您到五台山对您影响大不大？我说什么呀？钱儿哥笑了笑啊，云淡风轻，是吧？贫僧，我出家了，我这刺激太大了，我这个。他后来是从五台山又回来，当然，啊，报名的时间也就过了，那就没赶上呗。于是您就成为一个相声艺术家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您这话我没听明白。怎么了？考试我都没赶上，是的，我怎么成为相声艺术家？好了，你就成了相声艺术家了啊，可以了，你就没有，你得说原因呢，哪儿我就你有点不懂好歹了啊。我没原因，我哪儿对不对？我干一辈子农活，我就艺术家。我都说你是艺术，你就啊是就完了。你要这么矫情，那好多艺术家那根本就解释不清楚。不要没羞没臊，知道吗？我说你是艺术家，你啊是就完了。哦，就不提这事儿了，是吧？没法提啊，没有履历。对对对，哦，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。哦，但是也当然会有观众会问他怎么就艺术家了呢？对呀，我只能告诉您，他因为他。他提高了自己的素养。哦，后来我还是有后期学习。哎，我提高什么素养？就是他干了很多好事儿。这都不挨着，您说这相声艺术，这是艺术，怎么跟干好事儿？不，这你首先得提高你的修养嘛。那倒对。你比如说，你扶老太太过马路，啊，老太太过马路就您搀着，是过去又回来，过去又回来，过去又回来，换一会儿天就黑了，啊。老太太死我手里了，这个回不回家了？人不，你这能计数啊？那一共送老太太过马路3600回，对吧？哎呀，没有这么多老太太，就可着一个走呗，是吧？哦，拿人砸房子。哎，你还帮助老大爷找儿子？哦，这是哎，帮助老大爷找儿子。哦，干过这么个好事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怎么老大爷在那儿坐着呢？啊，他过去了。老大爷是怎么在这儿坐着啊？您儿子呢？是，儿子上班去了。哦，别难过，以后我就是您儿子了。我疯了，我！哎，人老头儿子还下班呢，人家，人下班我找谁去呀？你找下一个老头啊？我给人当儿子去了。您儿子，我儿子上夜班去了。别难过，我就是您儿子。这想当爹的不有的是吗？啊，是想当儿子的可就一个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哎，这值钱就值在这儿了啊。对，扶老太太过马路是给老大爷当儿子是，哎，给渔民打水是。不，请您先等一会儿啊。给渔民打水，哎，人守着水呢。那他忙啊，他在船上，啊，他撒网啊，逮鱼，是你给人家端水给你，哦，啊，渔民也得好好滚滚，对吧？我这纯闲的，给渔民打水啊，哎啊，给农民喊加油，这我也没明白。农民种地啊，是地里种一脖子汗干活啊，你站在道边加油加油加油，纯粹浪催的啊，嗯。所以说，您由于这些个东西对您来说，您最后您就得到提升。嗯啊，就这么得到提升了。对，都说德艺双馨。嗯，虽说你没有艺，但是你一身的德呀。那管什么呀？那没艺那玩意儿，是不是？什么呀？哎，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。啊，就哎呀，你就认倒霉吧，行了你。啊，行行，我就承认了。哎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就呦呦呵，哎，我艺术家了。你是一个73岁的相声艺术家。我这辈子还真好混，扭脸73了，感觉我。啊，73岁相声艺术家于谦老师，嚯，每天下午3点是准时在天津德云社对过那马路边说相声。你先等会儿啊，嗯，天津德云社对面的马路边，那不是站的全是观众朋友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就愿意站在街上给观众演？哦，站街上演？哎，站街上，哎呦，那个粉丝乐了都不行了，人家也爱看，爱看你啊，真的好。好，这6个观众，哎呦。6个人看我呀，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呢，就不打这指标了，就啊，就这几个人乐，哎呀，于老师说的太好了，就爱看于老师啊，其他人都让我说走了，嗯，爱看高兴，自媒体就来了，
呦，拍于老师，还有自媒体，拍完之后发，嗯，哎，看看这是真正的相声，郭德纲，你还要脸吗？哦，拿我骂你，哎，对对对，嗯，烈日下，于老师红扑扑的脸蛋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。就这时候我就不能跟他们说我这红扑扑脸蛋是晒的了吧？不能提，不能提。哎，面对真正的艺术家，德云社难道不应该给一点股份吗？凭什么呀？这个，哎，你看这替你说话吗？啊，哦，观众又给你扔钱呐，啊，哗楞楞，哗楞楞，全是钢镚啊，有那个整捆的，咣当咣当的，一捆一捆的。哎呀，5000万5000万的给你扔。哎呦我的妈！每一张上面都有玉皇大帝啊。这就给你点火，哎，冥币，于老师拿钱去不，哎，还有给你烧衣裳的，纸人纸马都有，哎，好，这不死了，很红很红，那是烧的人群外边你就搅和我 啊人群外边进了一位老华侨，可有正经人了啊，于老师，嗯，我太爱你了，于老师，嚯，我喜欢听你的相声啊，我是一个华侨，我在赞比亚，事儿还挺偏。我要介绍一下赞比亚，啊，非洲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国家。哦，赞比亚这个地方，第一是出木头。哦，哎，什么紫檀呐、啊、红木啊，这个地方出好木头。第二，它出铜。哦，这有矿，金银铜铁那个铜。嗯嗯，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%。哎呦，包含量不低，我很厉害。它有个铜带。哎，哦，这个地方最爱吃的东西叫恩西玛。什么叫恩西玛？这个东西很厉害，怎么啊？别的国家好像也没有啊。哦，就是有一种农作物叫玉米，玉米你懂吧？熟，熟熟熟熟，玉米我才不懂呢。那是，那太欺负专业人士了啊！就是玉米成熟之后，它上面不是有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吗？那叫玉米豆，掰下来把它磨成了粉状。哦，然后加水把它煮熟，嗯，这个东西叫恩西玛，哦，这叫恩西玛。对，我们这叫棒子面粥，这什么恩西玛呀？这你上网搜啊，啊，赞比亚最爱吃就是恩西玛，就是这棒子面粥。第六啊，人家这个老华侨说，请您到赞比亚去演出。哎呦啊，到那儿之后我们会以国宾款待您，这么高的待遇，那，啊，您要到赞比亚还了得啊？对不对？戴着那个木头手串，戴个铜草帽啊，扎着盆里边喝恩西玛。好家伙，你瞧我什么德行啊？这是一说就成了，那是没有不成的。择良辰选吉日，于老师决定啊要离开天津德云社门前。哦啊，准备到赞比亚去演出啊。那也大型演出了，那还了得呀。是啊，先准备东西吧啊。哎，咸鸭蛋、榨菜、泡面，这都我带这玩意儿干嘛呀？你看看，人上了岁数要吃点顺口的。我吃这顺口啊，你这东西就恩西玛那绝配。你瞧我想的还挺周到，绝配。收拾好了之后选一好日子，嗯，于老师就奔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我都没听说过，怎么的？上赞比亚坐长途车去啊？长途车肯定是不到，肯定不到啊，因为机票贵。你飞到那儿得多少钱？哦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说准备走水路，坐船。哦，通过印度洋就能到非洲。哎，这倒是省钱的吧。是聪明人呐。是聪明人。到天津港，嗯，到天津港，嗯，是找这船，嗯啊，但是一问船票也不便宜，也贵啊。老艺术家一想，我不能花那个钱呢，嗯，哎，想一主意，哦，找根绳子，那头拴在船上，嗯，这头拴在腰上，把自个儿泡在海里边，你开船就得带着我。哎，这还甩不下我，你看看，哎，嗯，拴好了绳子，嗯，带好了东西系在腰上，在水里边泡着，等着开船，吊着这绳子啊，这船好，新船，刚下水，而且是刚来呀，哦，需要检修，一个月之后才发船。我是不是跳里早了？在水里泡着，于老师还想起一件事来，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有点糊涂了。嗯，怎么糊涂了？我不应该去六里桥长途汽车站，为什么呢？我每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演呢，那上天津港不是更近吗？哎，对，我也是吃拧着了啊。30天他们就会起航，嗯，很快，熬着呗，等着呗，嗯，
等着，等到第30天。哦，我来了。您30天才来啊？你看看，戏都演一半了，我再不出场不像话啊。对了，对吧？我也是有点小的工作需要到码头上去。哦，您到码头上干嘛？我买了一艘游轮。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我这泡在海里头，去趟吃趟恩西马都好活了。您买一游轮呐？就是15层高的那种游轮。有15层高的游轮？是是是是啊。那您买游轮啊？我得买游轮啊。啊，我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我带着我儿子上码头上去，带着那个郭麒麟他弟弟郭汾阳。哦，带着那个小的。哎，我带着，我跟人家正谈这游轮事儿。嗯，这事儿就怨郭老二。怎么呢？小啊，是孩子想撒尿。哦，也不跟大人说一声，问个洗手间没有。嗯，他觉得海边随便尿呗，本身就随便尿。小孩站在岸边，嗯，哗尿，是那底下还有人呢。于老师正对吧？啊。我得暗示他，嗯，哎，啊，哥，行了，嘟，这就一口，嗯，孩子吓坏了，是，海怪，喊什么海怪？一喊我赶紧，我怎么了？啊，哎呀，啊，谦儿哥，这刚认出来，你好。我还挺镇定，不是，哎呦，师哥，您怎么，哎，您怎么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了？啊，没工夫，我洗海澡呢。快快快，捞上来，捞上来，赶紧让我上来吧！拽您腰里那绳子，给于老蹬上，是腿都泡敷弄了。你想，30天啊，这2条大白腿，嗨，别说这个了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您说说。嗯，他这才看见亲人了。哦，如何如何，怎样怎样，我要出国，我没舍得买机票。哦，我眼泪都下来了，难过。师哥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怎么呢？说一声，去，赶紧去。嗯，给于老师买机票，要头等舱。你给我买机票，我能忍心吗？头等舱，头等舱，快快送于老师去。哎呀，眼泪在这儿横着难受。你瞧，哥们儿吗？于老师高兴啊，是。攥着机票，嗯，坐在飞机上，是头等舱，嗯，飞机够奔坦桑尼亚。喂，你等会儿啊，不是赞比亚吗？怎么上坦桑尼亚了？他没跟我说实话，怎么？他怕说出来实话，我上那儿去怎么办？怎么着？恩西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？上那儿去一块儿去，怕什么呢？那完了，你看这一看你就不是专业的说相声的了。怎么呢？你还是有票友心态是吧？啊，您说专业说相声的不会告诉别人我要干嘛去。哎，哦哦，呛了我的行市怎么办呢？不能说是。好在那儿离着不远，这俩地儿接壤，是不远。哎，于老师坐了飞机上，哎，我到坦桑尼亚再说。哦，郭德纲上我当了，是吧？给我买了头等舱。嗯，对，也怨我。为什么？我应该说俩人去。干嘛呀？让他再买一张，我就可以把那张退了。什么人性啊！我这是，那也不行啊！我还准备找自媒体骂他。哎呦，我就说他那天上码头接游轮，带着儿子，带着小儿子，没带郭麒麟，是可见他偏心眼儿。嗯，我这点人性吧，你哎，反正一道琢磨吧。啊啊啊！飞机降落了，哦，坦桑尼亚，到那儿了。坦桑尼亚最了不起的景观就是动物大迁徙啊。哦，角马呀什么的，呦嚯，角马、狮子啊啊，邓玲是是，长脖鹿哦。于老师一落地，好家伙，嗯，一望无边都是动物，哎呀，所有动物都准备迁徙呢，对，都跑呢。一回头，嗯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不那艺术家吗？他这么大腕儿呢，我连动物都认识我。对对对对，主要是动物认识你啊。哦哦。动物这个玩意儿最灵啊！是啊，拿鼻子一闻，哎，这个人可没有人味儿啊！是啊，追他啊！就动物追我，哎呦，一望无边，动物就追于老师，于老师就跑，哈，是得跑，跑跑跑！哎，打坦桑尼亚愣追到赞比亚了，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。
来到这儿啊，你看无巧不成书，怎么正好来到这儿是接您演出的那个部落，这就碰上了。哎，人家酋长啊带着村民们，人家正祈祷呢。祈祷什么呀？今年玉米大丰收，没少产。那是人家正准备搞一个恩西玛庆祝大会，说的挺洋气。嗯，这会儿酋长带着村民们正这给玉米神唱歌呢。嚯，还唱歌？玉米神呢？啊，草叶的肩上肩，柳叶儿满了天。恩西玛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对。熬棒子面粥里边还搁点桃儿，感觉。于老师来了，哦哦，老艺术家开始演出，是啊，开始演出。尊敬的酋长，哦，尊敬的各位村民，大家好，是，我是来自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的相声艺术家，我叫于谦。别提德云社，在过去的年大家都很辛苦，老话说得好，嗯，哎，这个守业难，创业更难，希望大家在酋长的带领下，我们迈向辉煌啊！哦，说完了，村民们看看。是，这是父母呀，这是，哎，嗨，人家都听不懂，您这个艺术连非洲土著都骗不了了，得那露馅了啊！酋长一挥手，捆上他啊，就骗人来了。那是捆上您很方便，是因为您腰里边有一根绳子，哎，我上岸就没解，合着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上啊？哎呦，哎，拿绳子给您捆好了啊，给您身上抹好多的玉米面啊，干嘛呀？准备拿您祭神。哎呦，可开了荤了，哎，拿您做肉汤的恩西玛，嗯，哎，对，可见着肉了。那是来个锅，给您搁里边放水，底下点柴火，是大伙跟这烧。哎呦，消息传来，最着急的就是我。您是我朋友啊？那可不呗 啊, 啊！我们这个交情大家是知道的。是是，他64岁，我60岁，他的女儿貌美如花。说的不是这段吧？不是啊，说的不是这段 啊, 啊。那没事啊，我以为要救我岳父去了啊。啊，不，患难之交，我得救他呀。啊，我得管他呀。对呀，什么叫生死，哪个叫患难，说的就是这个，就说是准备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哎呦，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齿钩，带峨眉刺的，全了，各种兵器全都有啊，什么单刀、朴刀、鬼刀、刀长柄、短刃刀、青龙偃月刀、哎、崩铜护伞刀、腰刀、吊刀、绿耳刀、曲刀、戟刀、御剑刀、玉林大刀、行刑刀、河西大刀、山头刀、牙柄腰刀、鳝鱼头刀、金梁环柄刀、狮子长环刀、龙环柄刀、龙血大环刀，了不得了。哎呀，捆在一块儿，我就很感慨。怎么绳子短？要是把谦儿哥腰间的绳子留下就好了。别提这个了，这一大捆兵器搁了肩膀上，走啊，奔机场救我去。到那儿说，空姐说：“先生，对不起，这个东西不能上飞机。啊”哦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正经一句都没有，这是你们编好了的，这是人家不让上飞机呀 啊, 啊！哦，回家之后眼泪哗哗的啊啊！你说怎么办？我最爱的师哥。他现在那出事了，是要做肉汤恩西吗？啊啊！你说我要再耽误3天，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我就熟了。不行，啊，那我也得救他。是，不管了，不顾了，不顾了，不管了，管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啊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。哟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嗯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啊！不，有这功夫，我已经熟了。啊，好，我要救于谦，就赶紧去掏手机，啊，告诉酋长，是把人放了吧？嗯，啊，完了。您跟酋长编好了套吧？这是上机场接于老师回来，哇，真回来了！哎呀，大排宴宴哦，摆一桌子山珍海味，是做好了，给您接风掸尘，顺便压惊。好，端起杯来，谦儿哥，我敬您。哎，于老师端着杯呀，啊，流着眼泪说了句话，没把我气死。我说什么呢？我想喝恩西玛，不是上瘾了。下面请您欣赏学习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刚才，嗯，那我也早发现了啊。
哎呦呼，我的快递看见了吗？啊，事儿够快的，别花钱，千万别花钱啊！嗯，这个来了捧我们，这就够感动的了，感激不尽啊！你送着花，你搁不了几天，这玩意儿，您还想怎么着？待会儿我在这桌子上绣一个收款的二维码，嗨，您各位来了，哎，一扫，凭什么呀？就说这意思啊！啊，这说相声的跟观众之间，嗯，咱们就是一家子，对，亲如一家，对不对啊？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哎，你看刚才这。其实也是自己家孩子，都没外卖。那大胖子叫杨鹤通，是啊，杨鹤通是我徒弟。嗯，站在外边这个呢，叫冯兆阳。对，这是于老师的徒弟。哎，那是我徒弟啊。你别看于老师徒弟不多，嗯，哎，一个是我亲儿子，一个是我干儿子。对，刚才这就是我干儿子，没错啊，特别开心，是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这叫怎么说话呢？因为到我们这个岁数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就喜欢孩子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哎，什么事情？哎，您把台上这几位给拎清楚了。怎么回事？把我也算进去了。您这儿子里头，你跟他不一样，多新鲜呢。他是干儿子啊，我是亲儿子是吗？我得批评您，于老师。干嘛呀？这么大年纪了，这么一个成熟的演员啊，不要一天到晚的在伦理方面找一些个包袱，不好。这是说我的吗？对对对，啊！而且你说小孩儿啊，站台上说哈，这个，刚学相声那个六七岁十几岁是站台上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嗯，观众觉得厌恶，哦，你俩孩子品格不高，哦，格调不好。真到咱们这个岁数啊，谁是谁爸爸也就无所谓了。对，有所谓，就这事儿得弄清楚了。你呀，你想太多，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于谦，你记住了。怎么着？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哼，我也得要啊！你要我还得给呀、啊！我凭什么呀？你愿意喊是你的事儿，我凭什么愿意喊？我不会的啊！我得问那几个孩子。我干嘛呀？我怎么那么贱呢？好，行，拉倒啊，没事啊，压根儿以前也没事儿。你看这人是非吧？你看见了吧？怎么了？那么大岁数啊！我呀，你看说相声，什么叫说相声？各位啊，这就是说相声啊！这就是说相声到最高境界，嗯，就是聊天儿。哎，那就是说话。最怕的就是让您看出来这俩人在表演，这就完了。你看，比如刚才我们这个小玩笑啊，啊，这什么谁是谁爸爸，谁是谁儿子，那是玩笑，对对吧？但是你要让人看出来很刻意的了，哦，看着像假了，这就没意思了。哦，看着假了就不行。观众看完得想，是不是真实？这谁那么执着呀？这是我替观众那么开心啊，就不用了，没有人当真。一晃啊，跟谦儿哥在一块儿，我们认识就20年了。对，真感慨，是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这太快了啊！嗯，这个认识他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。是，当年我落魄在北京，哎呦，谈不到，也没人认识我，也没人知道我，嗯，也没人管饭，天天饿得看谁都是饼。嗨，在那个情况下，人家介绍了认识于老师。哎，当年谦儿哥那会儿。已经改行演小品了，就不怎么说相声，演电视剧。对，那个叫什么小龙人那会儿啊，嚯，那可早了，是吧？嗯，头上有犄角啊，嗨，那是个主题曲，有那个吧？有，他那会儿演那个犄角啊，我演犄角，不是，我这戏也太次了吧，我这没有那个角，没有那个角啊，我演鸡呀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去举报你，嗨。这举报我什么呀？这个那么大岁数，一天到晚有点正形没有？举报我说赖字儿啊！演小龙人那个啊，是那里边的人物。对啊，这一晃一路走下来啊，感谢谦儿哥，您太客气。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其实顶多占20%，那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啊，这都搁他们身上了，合着很多我们的同行指责过我，说什么呀？郭德纲那个相声听不得，哟，他那个相声离开于谦的媳妇儿跟于谦的父亲就没法说了，就不行了吗？我其实我很感慨，老少爷们们，你们得疼个疼个我。怎么呢？我打小啊说相声站桌子里边出身，捧哏呐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嚯，10年捧哏，谁站在外边谁说我。哦，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们家怎么怎么着，嗯，因为那个词儿就是这么设计的，相声谁站在里边谁来这活，你别看我台上说谦儿哥这那个，你知道他分钱的时候都乐成什么样了吗？嗨，
你提这干嘛呀？那是工作呀，啊，这角色嘛。而且我们不能说别人呢，我，哎，你看那排，那是坐一大胖子。哦，你大胖子比孙越还胖，哎，啊，他媳妇儿叫碧玺。如果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这儿没说完，他菜刀上来了。急了，他揪着我上派出所打官司，我一点辙也没有。哎，我们只能说自己，其他行业也不能说，也不行。你看我这儿说完了，那儿就发微博，明天我们俩就得道歉，这就完了。你为了糊口，天天道歉，我们还干点别的不干了？就说是，只能说自己人。嗯，当然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，说自己人也容易让人举报去。是啊，天天在台上说说于谦的他爸爸，说都还说跟于谦他媳妇儿。你没说呢，你自个儿就美上了，你这个。我就想，天下怎么？行，别想了，你，你还不如说出来呢。我其实从小的时候，我从艺那年啊，我七岁。嚯，我是先学的评书。哦，评书开蒙。我是评书开的蒙。哦。九岁呢，学的相声。哦。干了这么多年，一直到80年代末期。嗯，说相声实在不挣钱，就是我就唱戏去了。哦，啊，那会儿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嗯，这三个剧种我都干过。嚯，我当年搭小班儿，什么叫小班儿？所谓的小班儿，就不是您想象的国家的什么大院团呐，啊，国家拨款的那种剧团，不是。那小班儿，一帮老艺人，嗯，带着几个在团里没有工作的演员啊，哎，加上我们一帮孩子，二三十人。租一堂戏剧服装，我们就出去演出去了。嗯，上哪儿啊？这叫小班，净唱什么外县呐、庙会啊什么的呀。嚯嚯！就指着这个，唱一场戏挣6块钱。啊，刚开始，后来唱一场戏是9块钱。80年代末期，我很知足。是吗？那会儿馒头是1块钱6个。嚯！哎，一天唱2场戏，那个馒头吃不了。啊，这反正够吃了。就这样呢，唱了5年左右。哎呦，哎，这后来又回来说相声，因为舍不下这行业，爱这啊，一路走来非常的感慨，嗯啊，包括刚才人主持人都说了啊，学西河，对了，什么叫西河？就是西河大鼓啊，罢了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啊，这我再答不对，你是不是嫂子跟你说的？我这事儿用他教我吗？我所谓的这个。跟您各位说西河呀，啊，其实指的是西河大叔。哦，大叔。我小的时候开始先说书。哦，天下说书的分两种。哪两种？一种是评书，啊，一种是古书。哦，古书。评书，啊，袁阔成先生说的那是评书。哦，哎，天津刘立福先生他那个都算是评书。嗯，他说聊斋什么的，是刨去他们剩下这些位，你说单田芳先生、田连元先生，就这些位先生啊，叫古书，哦，就是西河大古书，哦，这有一个古，唱一会儿说一会儿，唱一会儿说一会儿，也说大书。哎，你看田先生、单先生、啊，单田芳、田连元，他当家那个字儿，一个是田字儿，一个是连字儿，是，但是他们算是师兄弟儿，哦，这也排字儿，因为这个行业它是四大门派，嗯，眉清胡照。这四门下来到这一辈儿正好这是田字儿、这家这个呢是连字儿、哦。哎，所以你看他们是一辈儿的。嗯，我说书的这个师傅，嗯，金先生，嗯，他排连字儿叫金连瑞。哦，金先生。对，所以说我在评书门里边我的名字带个曾字儿。哦，下边这是曾。曾字儿您记住了，只要是评书曲艺演员名字当间有个曾字儿的、我们是哥们儿。哦，师兄弟儿。是干这个。西河大鼓现在也唱的不多了。哦、啊，河北省还有很多演员唱得好。哎，北方有。啊嗯、对，各位都听过西河大鼓吧？我要批评你们啊！是啊，一天到晚的，你们一听相声就搜点那个谦哥、谦嫂、谦爸爸怎么怎么着？那不都是搜你的吗？那个啊，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些个传统文化没人继承，不就坏了吗？啊，西河大叔，是不是啊？嗯、啊，我给你们唱两句，你们听听好不好？这是得听一听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我这个，我心里好难过，怎么又难过？你看往常要他们搭下茬的时候喊的可热闹了，是啊，给点正经玩意儿都快睡着了。哎，没有，人家喜欢听。你看啊，这多热烈！好，咱们就算唱完了，好吧？啊、就算唱完了啊，您得唱，得唱。我让他们把我那个道具拿上来啊。还有道具，孟鹤堂。
好，来吧。哎呀呀呀呀！我带身上。这个你是吃完药上来的是吧？嗯、行了，好了。好啊，搁在这儿就算掉不了了。对，那错不了，这就踏实了啊、嗯。好，这个你们可能以为是个小棒棒，这是，但是我们有名词，这叫棍儿。嗨，还不如叫小棒棒呢。嗯、哎嘿，有这个了啊啊，还得有一弹弦的。哦，弦师、没有来，没来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开心。嗯、他们估计到了。嗯、哦，你们知道谁给我弹弦是吧？嗯。您请坐。换一个吧，咱们好不好？别换一个，人这么齐。你让他们猜着，下回他不买票了。啊、没听说过啊。嗯，我有个徒弟会弹弦，是，他的名字叫周九良。对，啊、咱们请上来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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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，得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们，好多姑娘跟着喊九良好帅，这些个无知少女啊，嗯，太棒了，他这叫三弦儿，对，但是我还真是没正经的跟周九良合作过，没合过弦儿，嗯，我。因为最近也很忙，其实沾古曲类的东西也很少在唱，哦，多少年不碰了，嗯，有可能手也不跟使，嘴也不跟使，所以咱来点别的吧，好吗？哎，这不，您说这么热闹，就到这儿结束了不成吗？人就这特点啊！啊，您展示一下，周九良，哎叔，啊，会弹弦吗？会吧。你把那话筒抬起来，要不听不见你声音。会吧？啊，好，放下，要不听不见弦的声音。周九良。是我们德云传习社的那批学生，哎，啊，这一晃来多少年了？来了11年了，是吧？真感慨，来了11年了。来那年啊，49，这一晃，好家伙，这没有啊？16啊，来啊，16岁来的。对，小的时候你们不知道，可丑了啊！这现在可能是我看惯了，可能是。嗨、跟好多小女孩都喜欢周九良是吧？谢谢大家的慈悲啊！也谢谢各位女施主，嗯，咱们试一试丝弦的高矮，好啊，让大伙儿听听西河大鼓是什么味儿的、啊、来，什么调门？还是原来的调门。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跟他用这种普通话聊天，对，我都没听明白，那是啊。你好了没？好了吗？来，好久没唱了，先唱一个这个，因为过去啊，西河大叔啊。我们讲究说三碗酱，三碗酱，杨家酱、薛家酱、呼家酱。哦，这一套书一说就得3个月，这么长。哎，说会儿唱会儿，说会儿唱会儿。嗯，所以后来有的演员因为时间长了，他觉得带着闲诗也麻烦，哦，就把这唱放下了，单纯的说书。哦，这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你说田先生啊、单先生为什么光说不唱呢？原因是在这儿了啊。有的干脆就光说不唱、哦、啊。你好了没？来。敲这鼓特别感慨，啊，一敲鼓都冒烟了，有日子没唱了，啊，有年头没使了。进的宫来，头上的凤冠压了腰带，蟒龙袍绣八宝，福寿天来，右手扶着
手搀住小小的巡差，走过了太和中和保和三层殿，文武的朝房在左右该，楼台殿阁重修改，御史的栏杆一块白，当今万岁。就在当中国黄金钩拴荣升啊，龙年分两开，老太太龙头拐点三点，参王拜驾，宗天的子龙叔身行，君王还礼来了那安四海定龙台，岁年迈志不衰，桃花马马踏南唐御北塞，绣龙刀刀斩天下众英才，一腔热血赴圣主，哪个奸则他敢来，天波杨府的佘太君88岁老太太呀、啊，太痛快了，嗯，哎呀，你说要多少钱吧？嗨、啊，这还带给钱的呢。哎，唱一段，先试试丝弦的高矮，合得不错。我自己也恢复一下，真好。好多年不干这个了啊，那会儿有时候也是弄西河大叔，哦，也唱大叔、哎，说一会儿啊，聊一会儿，说一会儿，聊一会儿。嗯，这行其实挺好玩，这多好啊。为什么要加上唱呢？跟您各位说实话呀，啊，比如一下午3钟头的书，嗯，在书馆里边有这个，它轻省，啊，唱到轻省，3钟头光跟那儿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好家伙，那得累死，嗯，得累的头发都得打卷了，啊，我这累的，我这，啊，不至于，你就别跟着起哄了，你这，哎呀，我这一下俩打卷的在这儿。这个就能轻松一会儿，而且呢，和形式上呢多变，哎，对，不是光说，哎，还有唱，对，观众也喜欢，嗯。但是呢，过去的老艺人说书呢也挺好玩，怎么？他有时候就为了抻时间，因为一套书要说3个月，那就挺长的了。你要上电视台录去，30分钟一段，嗯，说多长时间？200块钱一段，录完完了。哦，书馆不行啊。书馆呢？书馆里边这一个书最少3月，3月之后换下一个书馆。哦，时间不够怎么办呢？所以每天书里边都兑水啊、哦，他得往长抻。有时候跟那儿一说书，一开始一说唱了，唱半天，你都不知今天是什么书。那您这有点夸张，唱半天不知道什么书。你看您也干了这么些年了啊，这也是老艺人了啊。那不算。年底我们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3周年，然后一个才三年呢，纪念活动啊。我这厨啊，这是。我唱几句，您听听。我这张嘴我就知道什么书。你听听是什么书啊？可以啊。你要听出来怎样？你要听不出来又怎样？我怎么不能听不出来？您张嘴4句之内，我肯定听出来。行嘞啊，4句之内你就听出来了。对了，太好了啊！4句之内要听不出来啊，咱们输点什么的？您说吧，我上你家拿点什么去？我也不动手，一进你门我一努嘴，跟我走就行。您唱吧，别贫了，跟着。听的什么书啊？哎，我听着。什么书？这没唱呢，您得唱啊。让你准备啊。哎，我听着呢。大众的佛台，您那慢慢的听。压住了锅板，风景明宫，
爱听文来，爱听武，爱听剑来，爱听忠，爱听文来，包公案，爱听武的有那水泊梁山兵，爱听忠来雕口我准，爱听剑来审判红，半文半武拿贵台刘大人奉旨的钦差出了北京城，河间险险沧州下了山的东，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啊忘啊，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了苦功，倘若是人前把词儿来忘，指什么吃喝穿戴交下了宾那棚，黑狗撵着拨毛玉土，弯弓射箭他是找直了崩，丝绦断了还得丝绦续，续上根麻绳子那可是不成，听书的各位往南边看，来了那能征管战，管战能征出虎其类八虎多翠，来了一位了那是虎将大英雄。哪段不知道，这不知道。你这一句正词没唱啊！你跟这待着，我上你们家领人去。再就回来，没应这事儿。你这啊，不是您这一句正词都没唱啊？这叫书套子，全是闲白。一上来先说，这就能占老半天功夫了。那是唱不短。这是说书唱大鼓的技巧。你敢等着这里边书俩人一要见了面，那可更麻烦了。见面想问个名字都很困难，这也能唱半天。那是你比如哪怕京剧舞台上啊，啊，两军阵前啊，哦，这一女子姓甚名谁？是，哎，这儿小姑娘于谦。哎，嗨、啊，你这泼妇，这叫谁呀、啊？打您就别这、就是、发。但大鼓里边要想问个名字可麻烦了，一问一答的事情。好，想问我的名字，你且听了。您来吧。提起来我的家。家道有啊，说吧，说我无名，道有名，高山上点灯，名头我大，带海里栽花，要跟那横，东洋海飘的来，木鱼儿的鼓敲一下儿，噔吧楞噔。四海扬名，您要问我的名和姓，整一整我的古板，咱们下本的接着再听啊。下回，好家伙，唱这么半天，下回说呀。这也就是艺术创造可以哦，现实生活这儿行吗？不行吗？半夜三点，于老师拿了四个包袱走在三环上啊，来警察同志一问。您姓什么叫什么吗？啊，高山上点灯，哎呦，命头那非弄走不可啊！好家伙，包子都吃不上，是吧？说的是，还别人吃包子吗？啊、我拿四个包子干嘛？心太宽，四个包袱。你这个耳朵是不是头发长了挡着？没听说过、啊。这些都不可乐，是吗？最可乐的就是唱着唱着他要忘词了，那就算乱套了。好家伙，刚才那还没乱，这还能乱吗？啊、你听，有一个挺可乐的先生啊，哦，唱着半截乱了啊，真忘词了。来，周九良，咱们听听。大清也统，锦绣江红啊。仗着刘墉，参过郑
五丈这和珅和世龙，好，只接引左连城赵玉壮刘罗锅风声，指他出离了北京城，没毛病，到这儿都没问题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往后听啊，来，上打着一把黄罗伞啊，下照着八抬轿一乘，轿里边坐着一个老道，老道仙风道骨，果然是威风。谁呀？而打鼓，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，唱半天不是老道，吏部天官、啊、名叫刘墉，想起来了，刘大人圣旨山东去、嗯、刘大人要去山东城，又悬，刘大人离了北京地，刘大人离了这个北京城，老是两遍，刘大人不往湖南的去，废话，刘大人不去山西太原城，刘大人不往两广的去，刘大人不去关外奉天城，你说他去哪儿啊？刘大人啊，他不走清河沙河昌平县，要说相声。刘大人啊，沧州县县，沧州县县，直接的下了山那东。哎，对对，刘大人，嗯，坐着那八抬。说你们站住，停住，我下轿溜达溜达行不行？这跟谁商量啊？刘大人迈开了大步、哦、往东啊走，奔东边了，走了一会儿又往南行啊，拐弯了，往南走了、嗯、十几步，扭回头来又往西行，嗯，刘大人，对，刘大人怎么了？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，全是废话。刘大人他走着走着，怎么样？他就站起来走啊啊！大人一直趴着来了，刚才打磨打磨土、啊、说腰眼儿疼，废话，谁让你老撅着了？刘大人啊，嘿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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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甩枪了，啊，刘大人往前走来，啊，用目观看、哦、有一座民宅在面前迎，民宅用手推开、嗯、门双儿扇，进屋了，里间屋不远在面前迎、嗯、用手推开、嗯、门两儿扇、嗯、炕头不远的面前迎，这里屋了，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上，哦、窗台不远、嗯、面前迎，这位刘大人电不宁腰，就把窗台上、嗯、窗户只撕了一个大窟窿，他跳到了院当中，你好嘛，绕一圈又出来了、嗯、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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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要老这么唱的话呀，这刘大人到不了山东、嗯、那可不是吗，啊，转圈吗，啊，
他说的啥呀？这是、啊。我最喜欢观众坐底下说话。是吗？你要不说话呀，这没意思了。嗯。为什么说观众爱搭下茬？于老师知道吗？您说一说。你看周九良，你一上台，观众就老跟你说话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吗？不知道是吧？这个刚才好多姑娘喊爱周九良，你知道这句话吗？他们都夸你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知道。是的，哎，他们说实话，他们爱说实话。观众为什么要在现场搭下茬？嗯，只有相声有，只有相声有。芭蕾舞你看都搭下茶的吗？那在哪儿搭呀？交响乐你们搭下茶吗？是吧？不成，那得让人扛出去捆在门口树上泼上水打。好家伙，只有相声，这是您各位喜欢我哦。哎，尤其是这个在家看视频，人家都到现场搭下茶喊，我们是否也能喊一个？嗯，这是观众演员之间连接的纽带。哦，就靠这个。第六，但是今天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戴着口罩的还是怎么着啊？嗯，起哄的不多，啊，我准备带着你们一块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嗯，周九良负责指挥他们啊。哎，好多人在视频里边都爱跟德云社演员开玩笑，就喊这个，喊退票。哎嗨，好，我找半天，我还说今儿没坏人呢。嗯，太好，这儿有。来，我指挥三二一。周九良，哎哎，是吧？往常看见观众喊退票，你怎么回答？退吧，这让退啊。对，就你要退就全退，别留俩耽误我下班。太棒了，哎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要喊呢咱就一块儿喊，来一块儿喊。哎，我那天玩一回了，我意犹未尽啊。怎么玩啊？所以准备今天跟大伙儿咱们一块儿，也正好周九良也在这儿了啊。嗯嗯，咱们这样，九良、啊、哎，是吧？让他们大伙儿，我说开始，你们就喊退票。然后呢，你们一说退票呢，我得问你们，我说谁呀？你们大伙儿一块儿得拍胸脯啊！啊，我呀，啊，我得说这个，干嘛呀？你们说退票啊？嗯，然后我说去你们的吧！啊，你们再说嗨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拿这当底了。这词儿你们记住了没有？没记住啊？你看我跟九良来一遍啊！啊，九良喊退票，退票。哎，谁呀？我呀。干嘛呀？退票啊！哎，就去你的吧！你得说嗨嗨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词儿多了点，记不住了？就说是呢。啊，那咱们简化一下啊。啊啊，退票是你们的。嗯，我问谁呀？你们说我呀？我说去你的吧！咱们一块喊一嗨就得了，好吗？得喊出那个国营说相声的那个状态来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来啊！预备开始啊！预备开始。退票？谁呀？我啊！干嘛呀？退票啊！去你的吧！这世界很酷。